湖底一团黑色庞然大物，仔细看居然是一头水牛，水牛居然整头都在水里，这是在潜水吗？别搞错，水牛是躲在水里散热降温，在水里最长可闭气五分钟，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。哎呀，牛鼠，你看，它在拧毛巾，好厉害。寿山动物园里的红毛猩猩咪咪拿着毛巾开始拧，还能拧出水。他拿起毛巾先擦一下，又摊开毛巾扇风，这一系列动作让网友大笑。那个拧毛巾的手势比我还厉害，还会擦下巴擦一下。攻读生不要装了哦。27、28度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就会有做预备冰品的准备，然后像这些冰凉毛巾，还有环境的通风上面，我们也都会做加强。怕热的还有屏东的迷你马，直到门打开还有冷气吹，干脆站在门外动也不动，卡位享受清凉冷气。他是要来吹冷气，很多人打开门都吓一跳，你看他们完全都不动。人类都要吹冷气，动物当然也得有自己的消暑方法。高铁左营站的麻雀啾啾啾的在地上跳来跳去，不是站在人类脚边等觅食，就是飞上冷气出风口纳凉，甚至偶尔还会偷喝饮水机的水，乘客早就见怪不怪。避暑一下，先找东西吃，但是有时候他们这样直接飞过去，就我觉得有点危险，而且有些人会吓到。炎热酷暑，气温飙高，看来连可爱动物都不例外，哪里有冷气就往哪里走。记者蔡双吉、林智慧高雄报道。